好，各位同学，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讲解。大家先来看一下图像和声音是不是清楚，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听得到吗？好，那谢谢啊。那
其实每天晚上的时候，跟各位同学一起来这边去做讲解，也是非常的高兴。有的同学我就是已经见过了，有的同学还就是一直也没有见过啊，所以很多时候也是非常希望能够见到各位同学啊，大家特别是这些一直来听的啊这些同学啊，大部分我们。现在是有点卡吗？好一点了吗？好一点了吗？好，那我把语速调整的慢一些啊，那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当中来。今天是10月23日啊，Cold Trading。给大家带来的讲解啊，那我想应该是今天是应该接近2000期的讲解了。好，那在今天的时候，和大家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么在今天的时候，我会和大家开始一个新篇章啊，新篇章。这个新篇章呢，叫做外汇交易的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啊，那我们会带领各位投资人去从最简单的外汇交易开始谈起啊，一直谈到这种外汇的这种包括金融方面的这种金融骗局和个性测算啊，我们一天的一个章节，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过。系统化的，然后再来过一次啊。每年我们都会，带领大家去学一遍啊。蜡烛图技术，易经，交易当中的技术指标，然后这部分好。那先来看，那我是郭凯 Kevin 郭，CoTrading 今日交易圈的院长和创始人，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当中啊。这是在北京CCTV 证券财经频道做节目时的这个照片啊。当时要比现在胖很多啊，当时体重大概在95左右啊，现在少了有十几公斤了，所以应该换一张照片了啊，这张要看着要好看一些。好，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讲解啊，那我们还是在每个章节的最初呢，都和大家去做一个 disclaimer，就是在今天的内容当中，forex trading carry a higher level of risk and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all investors. Consider your investment objective, level of experience and risk. 我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Appreciate 就是这个倾向嘛，risk 的倾向，carefully。对，就是你要自己斟酌自己的交易的倾向，还有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啊。我自己的这些小助手里边，他们的英文是非常好的。你们经常看，就是在帮我写交易内参，做这种文字分析的 CC，他在雅思考试当中，听力和阅读理解都拿到过9分，是满分的啊，9分是满分啊，所以很厉害。好，这是我们看到的。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内容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什么是外汇啊，什么是外汇？那所谓的外汇保证金交易，它的外汇上的产品，What is the forex？What is the forex？那 forex 又叫这个 forex 又叫 forex exchange 啊，也叫 FX，也叫 FX 啊，所以这是它。一般情况下，我们所交易的这种币种，它需要有几个特点，交易的币种有几个特点。那刚才我在这个外汇牌价当中，我们每天会看到各种外汇牌价，那包括各种各样的货币对啊，包括我们在这里这是牌价，包括阿联酋、澳大利亚、巴西，然后加拿大的加元。瑞士的瑞士法郎，丹麦的丹麦克朗，欧洲的欧元，英国的英镑，港币，印尼的卢比，然后印度卢比，然后日币、韩元。那么这些产品，
它有些是我们常见的交易的产品，包括我们说这些上面所有的这些前边的都是常见的产品，但是也有一些产品不是我们常见的，不是我们常见的产品。比如说到了后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小众国家的这些金融的产品。那什么叫做外汇呢？什么叫做我们在这里可做的外汇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外汇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叫做普遍可接受性。外汇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外汇的特点就是普遍接受。接受性啊，可兑换啊，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我们所交易的这个 Forex 呢，并不是说所有的货币所有的外汇都叫做Forex。它有一个特点叫做普遍接受性。那么它的接受性越好，它就越成为一个硬通货啊，越成为硬通货。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它的接受性最好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的美元啊，日币欧元，这些就是它的这个接受性比较好的自由可兑换啊，自由可兑换，那也就是说这个货币呢，它是很容易的在这个证交所可以去在这个货币市场可以进行交换。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当然我就不谈人民币了，就是不谈人民币了，其实人民币在这个自由可兑换上还是有一些不是那么自由可兑换的一个货币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汇率自由波动啊。那所谓的汇率自由波动它就表示说国家和政府并不对这个汇率本身进行干预，而是说由这个货币自己产生这个上下运行的这个动力。那我记得当时啊，就是当澳币从高位下来，或者说从当时有一年澳币从底部开始往上涨啊，澳币从底部开始往上涨，一度澳币到达了一之上啊，到达了一之上的这些位置啊，就是在这里到达了一之上，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到达了一之上。当时澳洲的总理呢是一个女性总理，叫做杰拉德。那她当时就说了，我们澳洲是不会干预她的，就是虽然这个利率一直上涨，对于经济有很多的影响作用，但是她承诺不去干预汇市啊。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啊。那美国呢，在目前呢，对中国呢，认为说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其实各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呢，都是有所操纵的，都是干预方式啊，干预的方式，比如说央行的干预，美联储的讲话，我们经常看到美联储主席进行一个讲话啊，进行一个讲话，那这些讲话呢，都会进行一个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呢，其实都是市场的行为，它自己不对市场本身进行干预啊，就一般情况下不对市场本身进行干预，除非在特别情况下，比如说瑞士央行它的干预和量化宽松对它的干预。那么干预的方式还有机构，谁会对它形成干预呢？各国的央行啊，各国的央行。各位同学来一直来看一下啊，我们在这儿做一个小小的功课啊，你们一定在这个自己的电脑上呢，经常会说各国的央行。那在我的这个经常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就有一个
持仓和重要官网啊这样一个栏目，你也可以把它设置在自己的电脑上啊，设置在自己的电脑上。那么各国的官网呢？比如说英国有 Bank of England， 这是它的官方网站。然后新西兰呢是 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澳洲呢是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一个官网。然后美国呢是美联储，加拿大的 Bank of Canada。然后还有日本央行，我们来这边找一下日本央行啊，也把它添加到这个里边。然后其实很多的消息都是从这里来的。你有没有看到有一次就是输这个，就是网上有个短视频啊，我一边打一边。日本央行，那网上有个小视频说这个 Google JOOGLE 咕噜咕噜，一个就是他就歧视印度人啊，印度人。好，那这是 Bank of Japan 啊，这是对于日本经济影响最大的一个金融团体啊，一个金融团体。所以在大家在这儿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在这儿呢把它就是测试好，就是把它去摆在这儿。然后我们看到进入到这个日本央行的里边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日本央行啊。那你看日本央行 Bank of Japan 的这图形呢还是比较卡哇伊的，就是你看一下啊，就是你比较一下这个风格，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Bank of England 的风格，你就会发觉日本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好 ,Bank of England, 来看一下就是比较正统的英格兰央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呢？英格兰央行倒闭了吗？交不起会费了，英国这个穷货是不是交不起会费，连银行也倒闭了？那不管它，我们来这边把这个重新 GOOG 咕噜咕噜，然后Bank of England, Bank of England, BOE 是京东方。实际上我们不是找京东方了啊，我们是找Bank of England 这个它的官网啊。Bank of England .co.un 啊，你去比较一下这个网站的风格和我们刚才看到的日本的风格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而且在这个网站当中呢，它的会有它的这个说法啊，说法就是。所谓的说法就是它中间包括它的currency rate, 然后 quantitative easing asset purchasing program, 就是它的多大的这个整体的数额，它是4350个 billion, 就是435个 billion, 然后 corporation bond purchase, 这也是它购买的，然后 current inflation rate, 然后 target 是2啊，所以你就看到一些既非常基本啊，当然今天这个话题已经超越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什么叫外汇的这个话题啊，它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央行的研究上面。现在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央行当中，这个英格兰的央行当中它的
这几个数据都是特别关键的数据，包括我们看到中间它的量化宽松的这个数值，量化宽松的这个数值，点击开来之后呢，就会看到它的细节啊，然后它这儿第一个就是 What is quantitative easing？就是什么是量化宽松？那中间很多的教材你都可以在这边看到啊，就是包括Why we need quantity easing？啊，有没有英文好的同学？我是因为老是发不准这个词啊，quantitative easing。然后，how does it work？How much easing with in UK？啊，这是中间可以去看它啊。当然，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如果各位想对这个央行进行量化宽松有这个学习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在 YouTube 上去看一个伯南克在纽约大学讲解的连续四讲的美联储啊，就是伯南克美联储，就是介绍美联储的一个这个伯南克啊，那伯南克写了本书《行动的勇气》，非常好啊，美联储啊。视频啊，对这个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我是在 YouTube 上看的。那这个叫做哔哩哔哩是什么东西啊？哔哩哔哩可能是一个它啊，在上面有美联储的伯南克公开课，叫做《美联储与中文危机》。啊，与金融危机，它是还是中文字幕的，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那各位同学可能你们知道说，美联储这个机构啊，美联储是那伯南克完后是耶伦完后呢是现在的鲍威尔是。啊，非常好的一个讲座啊！啊，我们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哎，这就是美联储的前主席。你看他叫做次贷危机的救火队长，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行动的勇气》啊，这本书也是我非常推崇的一本书，然后。当时还作为礼物赠给了我的一位好朋友，那他在中间呢，就是说明了美联储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啊，还是博士啊，那往后拉一下呢，会看到他中间的细节啊，我记得里边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中国女生，然后在里面听课。In general, a financial panic is 对，中间还有这个他啊，我把这个网址呢发给大家。我把这个网址呢发给大家，各位同学呢可以在那个中国美女呢跑到跑哪去了啊？对，他就会非常清楚的，去说明美联储是如何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来去。连续四讲啊，很好的一个内容。好，我先把它关掉。好，那各国的央行都会在这里面去显现出来，包括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文件夹里面还会看到有这个非农的报告，所以我们会看到，每个国家的央行，每个国家的央行，它的这个政策都会被清楚的写到这里边来，写到这里边来。那我们经常会对日本央行呢不太关注，那就是比如说，伯南克、鲍威尔，然后约翰逊这些人，你会一下子就认出来。那其实日本央行最近虽然它不太
重要，但是日币还是一个我们交易的特别多的一个货币啊，所以对日币的熟悉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这边来看一下啊，黑田东彦。啊，黑田东彦啊，你看直接就可以输出黑田东彦。黑田东彦是日本央行的日本央行的行长。那这是他啊，就是这位他啊。所以刚才我们在日本央行的这个上边呢，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黑田东彦啊。啊，就是他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 PPT 当中啊，放在 PPT 当中，放在我们的 PPT 当中，这是黑田东彦。那日本呢，目前所在的这是。Bank of Japan，然后黑田东彦，这是他。那喜欢交易，这个人是刚才那个人吗？忽然站起来，有些认不出来。好，那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有 basic low rate，啊，就是 basic low rate，那 interest rate，然后 current Bank of Japan，那就是 balance，那就是。它的这个 balance，然后中间呢还会有它的Japanese government bond 的这个发布的状况啊，然后 search by topic service 这是它的提供的这些内容。那么日本呢目前呢正在走这个量化宽松的道路啊，走量化宽松的道路，所以我们会看到啊整体日本央行的整体的日币如果要是，如果日币还在这种量化宽松当中，显然还是会继续走这个，继续去走一个比较弱势的这个结构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日币啊。日本央行的这个。图形啊，这是日本央行。那我们刚才说，央行这些货币呢，有普遍接受性啊，那就是我们说最主要的就是美元、日币、人民币。那中间人民币啊，我们也把它摆在这儿，人民币的接受度开始越来越高了，特别是人民币在进入到特别提款权里边啊，就是进入到一揽子货币里边的是越来越高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交易的产品呢就是这些，交易的产品就是这些。好，还有就是这些产品都是自由可兑换啊。我经常出去到各个国家，那钱包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钱，有澳币、美元，然后纽币、台币等等等等等这些钱，那这些钱呢都是可以自由可兑换的啊，自由可兑换的。人民币的可兑换性呢相对差一些。一些国家呢还没有那么认可人民币，但是现在银联和支付宝、微信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使用，很多很多地方。那在澳洲也是可以，在澳洲悉尼，甚至它的这个chemical warehouse 就是一个卖常见的卖保健品和的店啊，已经接受支付宝付费了啊，华人超市更是不用说，都是可以用支付宝付费的，所以也是越来越自由可兑换了。然后还有就是它需要这个汇率的波动相对稳定，然后政局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需要是它的政局也是比较稳定的。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它政局的不稳会带来本币价格的下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局的不稳定，那就是英镑就是会有政局的不稳。然后，还有常见的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政局都还是非常稳定的，但在某些时候可能会不太稳定啊。这是它啊。那另外还有就是，明天呢，我们再和大家去讲这个advantage of
这个他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汇市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各个货币的在今天的走势状况啊，今天的走势状况。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元对先从欧元开始啊，欧元从高位开始下落啊，欧元从高位开始下落。那在最近几天的时候，我觉得欧元和英镑这个货币，欧元对英镑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交易的品种啊，逐渐从底部开始向上挺升了。英镑在交易当中会开始显现出它的力量，脱欧的进程受到影响之后，我们会看到脱欧的进程会看到就是几乎不太会有这个顺利进行的可能。所以我们看到英镑呢，从这个底位开始向上涨。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和明天的时候，逐渐可以去切入到一些欧元对英镑的交易当中。可以切入到欧元对英镑的交易当中来。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欧元对英镑已经越过了周数轴线，越过了这个周成本线。那它上破的位置呢，我们看到是 0.8600 啊 ,0.8600。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我决定然后在这边呢去做一个破位的多单，把它买在 0.8600 啊，现在读出是668的位置，那我于市价买入啊，我觉得在中间可以做到一或者 1.2 手的这个交易。那止损的位置呢，摆到它前低的位置呢，大概是30点左右的位置上啊。我们先把它65的位置呢，我们把它摆在给一个50点的一个值啊。它的获利价呢，我们先给到一个啪啪啪吧，假设了，就是随着这个行情的运行呢，会逐渐的调整。检查一下啊。好，那欧元对英镑呢，逐渐开始去建立它的底部区域之后，我们会看到它会缓慢的上行。当然，各位同学在做它的时候，也可以按日内交易的格局来去做，因为今天是第一波的这个涨势啊，今天还是属于是中间的第一波的涨势。这还是走的第一波的涨势啊，陆续来自于英镑比较大的下跌，走一个下跌行情啊。昨天也是从高位下跌下来，今天我们看到昨天一波大型的阴线下跌下来，其实走的刚刚走出一个破位行情，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我觉得镑也是可以在这边去适当的去做空它，或者可以把它交易在类似于像我们做的镑钮上。类似我们像做的棒钮上，就是如果你做棒也可以啊，做棒钮也可以，这两个货币对其实货币对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交易的时候，棒钮已经建立了这个顶部了。来看一下点，然后今天在不在在场呢？好，那
昨天这是应该是有同学会有这个交易单啊，应该是有同学会有这个交易单。那在这个，沈小燕同学也在啊，今天还有我们的奇女王也在啊，我惨，潘先生，然后 Steven 曹磊同学啊也在啊，很多 Daisy 也在，苏轩也在，刘洋也在啊，然后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奇女王了啊，那好，非常开心能够我们这些同学又回来。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英镑对纽币啊，这个单昨天建立的这波交易啊，已经开始往下走了，镑应该会走出一大波的下跌行情。啊，镑可能会走出一大波的这个下跌行情啊，看看它，如何去运行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它的这个状况啊。好，那，然后我们在做的货币对呢，然后今天还有黄金啊，黄金上下摆荡交易啊，晚间的时候，4小时图上我一直说，黄金最近的这个走势呢，其实是非常好的，涨到高点，然后高位空下来，跌到低点，低位去买上去，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黄金的交易其实是特别特别好的。那目前呢，黄金又逐渐进入到我们的，在4小时图上。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三区域了啊，进入到三区域了。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我甚至会在这个位置上，1495的左右的位置上的区，做一些它的空单出来啊。我们看到它今天点到最高点的是1495啊，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上，新订单啊，去做上半个吧啊，因为它是摆荡交易，然后做上半个空单吧，因为最近，它的，它的这个单呢，获利价格了，我们给到，给一个80点的获利价格啊，87，止损给一个50点的止损啊。啊，看看它的运行状况啊，所以这两天的时候，看它能不能点到，在上周的时候最高点是95啊，95，那今天的这个位置呢，可以稍稍往低一些也可以，把它放到9488的位置或者9450，就是今天的最高点，当成它的买卖点位也是可以的啊，把它拉下来一些，那行情摆荡上来走反转。或者还有一种交易的方法，就是在30分钟图上，然后去或者15分钟图上看它反转的迹象，啊，看看它是如何在这个位置上走出反转行情的。啊，如何在这儿走出反转行情的？那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啊，还是在这个里边，也是走到了高点，所以今天我对黄金的看法是相对偏空的，摆荡指标走到上边往下做啊。那今天现在1小时图有些构建出，最近一段时间上，这是4小时图啊，这是4小时图，有一个指标非常好，就是这个指标呢可以把2周的行情呢拉一条线拉过来，然后去做一个调整。我们现在用2来调整啊，它的乖离度现在的乖离度呢，大概在1.5左右的乖离度，所以黄金目前的这个走势呢，还是一个震荡
的一个走势啊，所以按照我们今天交易的体系来看的话，会按照这个图形的继续按照这个图了去做单啊，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结构啊。那有喜欢短线交易的同学呢，也可以用啊微问，然后来看一下黄金啊。微问的黄金啊，微问的是5分钟图上微问的黄金呢是偏多的啊，在今天的时候微问也有多单入场的机会，就是在这儿啊，有没有看到？这是短线黄金的多单啊，在这儿，八九的位置跑上去40多点啊，八九的位置跑上去是做的比较好的啊。然后还有Ethan Gain 的极简版啊，这个相信也是会啊。你看极简版当中也是从今天从这儿开始破位啊，机会。所以今天看法呢相对有些偏空啊，看看它事后如何运行。然后欧元今天是偏空的，然后在这儿呢是一个往下走的啊，欧元本身是向下运行的，而且甚至有一些筑顶的这个一个结构啊，有一些筑顶的结构，今天是刚刚，最近几天了，你看它中间在这儿往下一破20多点，那今天的时候呢，从底下破出来又收回来。欧元通常情况下会做20点啊，我们在这儿呢，今天也做一个短线的交易，把它摆进去啊。短线的交易可以稍微大一些啊，它止损了，止盈。啊，止盈止损，现在的欧元如果能够走到20点，其实就是已经很不错了。是吧？欧元如果能够走上20点，其实就是幅度并不大，比较小的一个摆荡幅。啊，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摆荡的幅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能够真的在这边去走出一个行情来啊？目前我们看到，欧元现在少有盈利。那我们今天认为美元对瑞士法郎往下走，欧元也往下走。那这里呢，就再看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货币，就是欧元对瑞士法郎。那欧瑞这个货币对，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在最近的时候，其实欧瑞也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货币对。啊，小燕姐在啊，空了棒牛也是很不错的啊，就是棒牛。因为好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啊，可以有意识的关注一些自己喜欢做的货币，对啊，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做棒牛，特别喜欢做棒日，那还有就是，有的同学的就是特别，有同学就是特别喜欢做棒日啊，也都没问题，啊，也都没问题。那这些人就是在你喜欢的这个货币对上呢。会一般的会有额外的加成啊，所谓的额外的加成就是交易的能力会有额外的提升，因为你总是关注它啊，因为你总是关注它，所以就会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加成。那今天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看到说这个行情在走的时候，欧元对瑞士法郎开始从高位往下走啊，欧元对瑞士法郎开始高位往下走，我们欧元做了空单，欧瑞做了空单。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就做一个就可以了啊。一般情况，两个就做一个可以。那现在我们看到短线上，哦，你看，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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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这个系统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它形成一个框，然后从哪个方向破，就会走出一段路径，走出一段这个结构出来啊。英镑也是朝下突破，然后看一下澳币啊，澳币也是在这边震荡一下了，然后继续往下走。澳币是今天往下突破的，所以今天有可能澳币在这边走出一大截的路线出来，我们刚才说澳币现在抓到顶了啊，澳币现在抓到顶了，
如果大家手中有澳币的单，我觉得中间还会有一段运行的距离啊，大概有五六十点运行的距离。两手交易五六十点呢，应该还能够收获一个1200美元左右的一个收获啊，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收获在啊。今天的澳币。比上一周的澳币，上一周是67啊，涨，这周是68，涨了一个2%啊，涨了一个2%的一个涨幅啊，68涨了一个140点啊，差不多2%的一个涨幅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它。好，澳币我是觉得相对来说是震荡偏空的啊，震荡偏空。欧元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欧元对纽币啊，已经走到了底部的位置啊，上下震荡啊，行情不是特别清楚啊。在这儿。这个行情，欧元对纽币相对来说走的还是，不是特别的明朗的一个走势啊。4小时图趋势线下行啊，压制了行情，然后与此同时，价格呢在围绕着1.73了上下波动啊，行情走的从高位上。欧元对价，昨天我们说了一个货币对，就是加币啊，加币在昨天的时候。没有撑住啊，就是4小时的摆荡区间没有撑住它的这个底部，然后就形成破位行情当中关键 K 线，并且入场。昨天我们在入场美加的时候，去规避的风险，就是我认为它涨过这个点，然后再做多会更加合适啊，就是涨过这个点，然后再做多，要比直接做多了会更加合适。欧元对澳币目前是澳币在波澳了，稍稍有些浮动亏损。然后欧元对日币，哦，昨天就有同学问到欧元对日币，欧日现在在走出类似顶部的形态啊，欧元对日币。30分钟图上已经反转了啊，欧日已经反转，所以今天在入场的时候呢，入场位置是在欧日的入场位置，欧日的入场位置，我们看一下最近的它的乖离度了有所减少。所以欧日今天它的入场位置了，我会选择在枢轴线左右的位置上啊，大约在枢轴线左右的位置上，就是120.60，然后目标位置呢在它的下边缘啊，所以今天的欧日开始走反转了，就是从高位开始脱落，所以今天一会儿如果行情再走到120.60左右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会顺势的去空它啊，顺势的去空它，止损给上一个40点的止损啊，就是目标位置，我们就选择它的标准止盈的位置，给它到轨道的位置当中啊，轨道的位置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啊，会走到入场的价格呢是588，然后。出场的位置呢，会在大约会在22左右。那这样的话，上边40点，下边的值呢，我觉得可能还会比这个40点还会再多一些啊，就是
它的每一个整波幅呢大约是40点啊，止损的价格我们会看到止损调上来调到刚才的高点的时候呢是79啊 ,79, 所以我们设置一个大约40点止损或者30点止损左右的一个价格，然后去切进这个单里边去啊，目标在前低。欧元对日币最近的走势呢走的并不特别多啊，那这个单你当然可以去把止盈了往远放一些也可以啊，就止损加上止盈往远放一些也可以，因为这个单呢反转呢是刚刚开始反转，就是如果走会走挺长时间，不要在轻易的时候的，就是一下把它就止盈出场也可以啊。那或者中间也可以把这个单，我们把这个往远放一些吧，给一个较远的一个止啊，200点左右吧，200点左右。啊，因为好多同学在做单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跟着这种长线单了也挺痛苦的。痛苦点在于说你在做的时候，就是好多同学就是跟我做单的时候，有时候有些难过，因为好多人做单都是止损的、亏损的留下，然后盈利的拿走啊，显示的时候就是交易的质量就非常，就是看到平仓的单了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做的时候呢，我自己做的时候还会大多都是会把盈利单去保留，然后亏损单出场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是有比较显著的不同的。欧元对英镑对澳币英镑对纽币英镑对日币镑日也是在今天有可能走出下行的行情，最关键是镑这个走的呢并不乐观，然后走的呢还是偏空的啊，所以棒，我自己觉得棒这个行情呢还是不是特别乐观，还是偏空的。好，然后再来看一下黄国 A 股，我们在这儿来大家看一下 A 股有哪些同学还有仓位呢？A 股哪些同学还有仓位呢？就是我们10月14号建立的 A 股的单。10月14号建立的 A 股的单，哪些还有这个仓位呢？我们看到梦梦同学有，梦梦同学有，然后。依林同学有啊，这个仓位还有啊，新西兰的 Everest 有没有这个单呢？是，去多美瑞的其实也都不错啊，美瑞滞走成本，所以美瑞我觉得挺好的。纽瑞目前的，好，来看一下纽瑞啊，纽瑞在日线状况下的纽瑞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这样来做一个处理，我们现在有三手的。有三手的纽瑞的，我们来看一下呢，从8月30号到现在呢，如果做两手交易呢，会有500，那就是相当于说一整月。好，我们来8月30号入场，4周、5周，月3号是5周、6周这样的一周时间，那值是多少？二等于来算，好像比这个多一些啊，351。除以八，盈利线为辅，现在刚刚开始涨势，已经也可以做到交易啊，就是极限值也基本上能够扛得住啊，就是到现在的极限值也可以扛得住。那他做一年会有2200的收益啊，2200美元。跑上去了有1700啊，所以现在纽瑞其实还是可以去，还是属于一个可以继续多的一个单，而且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单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纽币对瑞士法郎啊，特别值得关注啊，一旦破位就是很好的行情。现在有点卡吗？现在还卡吗？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听得到吗？
听到了吗？亲爱的，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听得到吗？真的好像一到六点就会有点卡哦。好一点了吗？好一点了吗？好，可以了啊，又可以了啊，听得到了。OK，现在还好。建议大家呢，你们的那个听课的环境呢，给我拍一张照片给我啊，因为每天都是老师给你们讲课啊。我要求今天各位同学做一个这样动作，第一个，我们说今天上课有收获，然后大家来把家里面你的那个环境拍一下，让我也看一看你们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听课和学习的啊，要不然你就给我拍一张你自己的照片也，什么要求没有？听课时的你自己，在明天上半上下盘走出特别多的走势，想开始往西。哦，然后开始往下跑了，所以入场位置上往下个点，那连这个区间都没有突破，相对来说行情的，马同学，这是老师开启了复读机模式，很，基里拉今天下，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各种的行情，大家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话，表情包要你们出啊！表情包要你们出。今天下了课之后，自己准备自己的这个学习环境的照片，还有，要不然就是自己的照片啊！我们好多同学我都没见过，也都不熟悉啊。好，那刚才有同学问到德指啊，德指最近是不是有交易的单啊在手里边呢？德指最近走得比较凶啊，而且中间呢没有一个有效的反弹。昨天我们说如果有空单的话呢？啊，要去离场啊，要离场去观望了。那最远的距离就是止损只在上面了，就是只在128,1280，然后在上面20-30点的时候就做一个止损。啊，再往上跑一点就做止损，就不能再去持仓了。然后有同学问到说欧纽能不能多？我是觉得，这都其实都不太是个好行情啊，这都不太是个好行情啊。欧牛，这是震荡筑顶啊，这是很高位置测试颈线啊。如果跌破之后就是一个大行情，所以我觉得欧元对纽币如果做的话呢，我可能会用我可能会用这种破空的方法去做，而不是低多的方法去做啊，因为这个位置是已经比较高的位置，我会用破空的方法去做。而不是低多的方式去做，所以事后然后再来看看它后市的走势了。好，这是它。后半段的时候，就是刚才大家说，就是交易有些卡的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候，我是跟大家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一些短线的这个 Eden Game 的这个图其实挺好的啊，很好的能够入场做单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图。好，那我再看一下各位同学，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儿啊。记得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任务，把你自己的表情包发给我，然后把你自己的这个学习环境发给我。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的参加，明天再见。